哇塞，信号墙！哦，原来新上线的帐篷打卡点还有这功能，还是两把，太飞了！除了新上线的利维科国际服海岛地图，也新增了一个打卡点——帐篷。那里的物资超级肥，什么信号枪、三级套啊，还有满配的98K， 那都是有机会捡到的。哇哦！喏，就在地图上这三个帐篷标志处。开局跳伞飞这里，落地一定要拿出单身十年的手速捡枪。所谓富贵险中求，要么肥的掉渣，要么落地成盒。哎，可惜了这两位，又是下一班的飞机票了。看到没，三级包三级甲高倍减，物资还行哈。点燃这个火炬会随机掉落物资，前几把都给了我一把信号枪，运气好呢还是两把。不知道这局咋样。又来一个。枪。Oh no！ 还是枪。算了，这局估计没有信号枪了。撤，去下一个帐篷点看看。哦，有人先到了。嘿，小伙子，捡到信号枪没有？看这样就不像。再去下一个帐篷点。哦，前面有人打架，劝架是好机会。哦，貌似就这一个了，冲！哎呦我的妈！那个油门踩的有点重，花花车直接撞翻了，只能不行了。哎呦我去！标准结局万年老二，拜拜。